Ay, oye, mamá.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医生啊，你快看看我对象吧，天天干啥都不得劲，醒来就打哈欠。他这种情况，自己做的两碗，现在就得给。能吃好就行。你先撞我。刚才是不是在这里？是就对了，我们怕放错地方。Hello, excuse me. 哟，别这么搞。今天还没带家吗？是的。狗号 0001为你服务。上车吧。OK, no problem. 哎，我不是坐那个位置吗？我带家。你先上来坐坐。好的。不对，我是代驾，你为什么让我坐副驾驶？你先上来，在这坐着再讲。这点我是想叫你陪陪我。嗯，陪陪你啊？好局长，懂懂的，我怎么还有一个？不会。我是这个地铁拿到证，然后想叫你带带我陪陪，我看到这个档这样子，不美好局。你叫我来叫你开车子的。是的。炸！你这样就进了。当个围观。就是想叫你叫我嘛。那济南现在济南日档是倒档，德档是往前跑的档，四档是使劲往前跑的档。那差不多了吧，这个腿，你这个腿你是这样拆的吗？不，你这个驾照是猪叫你考出来的。算了，我想叫你叫叫我嘛。我从现在跟你讲个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生命比金钱更重要一点。你好自为之啊！这次不能开，回去复习嘛。啊，这样讲关了啊。面试最后一题，你有一分钟让我记住你。你还有20秒。我大。15秒，从我下个月工资里扣。手机是假的，你还有5秒。西瓜甜，西瓜傻，不一定吃到当妈妈。一人买，男人吵，买个西
话来干净。我就输了表演，我要买个西瓜来讲话。红红的沙漏甜又甜，不红不甜不要钱。来了就把西瓜带，祝你生活多愉快，幸好运发大财，好吃一回又再来。大西瓜也有耶，好吃再来。喂，我的弟弟就要喝这个卢氏的牛栏山的，因为出门把门关上哈，你忘心大，喝一钱，20块钱好的，20块钱，嗯，我买到了，咦，我记我装你钱了，嗯，没事，小伙子，手机走呼叫了，手机也能搁着的，啊啊啊，好好，那我手机也没装到吗？啊。喂，弟弟，你看我的那个手机可以在那个床头见？不在，我手机搁哪去了？又缺气了。没事，小伙子，你先拿去好了，反正不就住在德国吗？哦，好，那我回头再来给你钱啊。好好好，拿去吧。弟弟，你门不放锁，我来先回去找手机。好好好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不错。这不我的手机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婆，你回家慢点哈。我今天呢也争取早点回家。没事儿，你今天晚上不回家也可以啊。不是，你是说我也可以夜不归宿了？当然可以了，我今天晚上也不一定几点回家。你干啥去？赴个约。有人？你赴谁约啊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你兄弟不是还等着你呢吗？你快下车吧。不是你跟谁呀、啊？男的女的？男的呀。看我今天化着妆怎么样？你到底跟谁呀、啊？你怎么还描眉画眼的呀？老情人。就你还老情人？你爱信不信，不信拉倒，你快走吧。我凭什么走呀？不是你不去喝酒的吗？我不去了。你不去我也得去。你也不许去。不是，我都跟人说好了，2000块钱我都收了，不能不去。为什么给你2000块钱？买首饰呀。你把他那2000块钱给我退回去，我给你转6000，你就告诉他你老公有钱，不需要他的钱来买首饰。真是，转过去了。不是给我买的。那给谁啊？给我妈。你妈？对啊，明天是我爸我妈结婚纪念日，我爸想给我妈一个惊喜，给了我2000块钱，让我给我妈挑选一个礼物。不是老情人吗？人不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吗？那爸爸不就是女儿的老情人吗？哎呀，那钱能给我退回来？你说呢？就当给爸妈随礼了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不是去喝酒的吗？我礼都随了，还不让吃顿席了吗？你好，大姐，打听个路，去医院怎么走啊？医院呐？啊。你就这条路一直走，走到头有个桥，跳下去。啊？不是，那个大姐，那个桥多高啊？50米吧。50米？你跳下去，我不就受伤了吗？那不就正好吗？你受伤了，不就知道医院在哪儿了吗？你要是点儿正啊，说不定连火葬场你都知道在哪儿了。真有意思，这么大个人，你会说话吗？大姐大姐的。不是，你咋说话的呢？哎呀，是要打我啊？我看你是要打我呀。我打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打我之前，我要让你看看我这个店，我这店这规模。咋地了？我门口停那车，我这手表，咋地？名牌，我那都是我讹来的。你打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打！你给我起来！咋了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昨天晚上吃烧烤去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喝了点酒。再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回家了。你回家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昨天晚上回来，你倒床上你就睡了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干什么了是不？我跟你讲，你昨天晚上吃了一盘韭菜啊，4个羊腰子，10个生蚝，外加2根大葱，你回来你就这么躺床上给我睡着了啊？我
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你一宿都不用跟我睡，听见没？啊，王丽丽啊。